如果你懂得这个法则，这个定律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卖到你身卖旗的。叔叔卖支旗啊，卖旗，卖什么旗啊？国旗啊。不是啊，叔叔，那些孤兒呢，孤兒沒錢讀書，孤兒沒錢讀書，是這樣的啦。不是啊，叔叔，他們呢，是連飯都沒得吃的，好出奇啊。我會將個表情重做一次給你邊看。好出奇啊！點解要做俾你哋睇？唔係博掌聲，而係你學埋呢個表情講好出奇啊！連賣旗嗰個都會揼你。你未見過賣旗啲人打人㗎？